才康康和张昭的瞄准最近很牛逼啊，康康的这个最近的转变也很厉害，战术也打出来了。 EDG 加油，是最帅的猕猴桃，是 EDG 加油加油加油，我也相信福利员是天尊，昭哥加油， EDG 加油。Nice try！ 做啥？你笑，一输你冷笑。我是你男人吃吗？这个不行，这是吃完上的。别害羞啊！害羞什么？二一起，出！匹配成功。瑞丽，好了，瑞丽，加油，兄弟们！为了你的狗，你要大杀四方了。那其实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来到集市，第一个成功接住了，第二个同步命中，还有精灵翻腾人要往外翻，三个子弹在脸上先换一下，天到脸上又是一个右键，康康已经砍下自杀，把 AK 给补掉的 ，SK 的补下来非常快，前面那个艾琳扫射能力非常强 ，SK 没有能够补到 Nobody， 直接有三杀，弗勒星上来了，命中头部 Nobody 的一个四杀，快贴到脸上，弗勒星先补一个，两个人的位置都被发现，先把两犬第一线对不过，怎么给他补下来的非常快的，要离魂吗？在后面他好像不知道，哦，给个小车，我告诉你，我在这里。车了 ，Let's go！ 别看了，我的发，我的发，大菠萝是不是？我操，你笑的好恶心，万子，我操，格格巫来了是不是？好配合，好配合，万子，你帮我补上枪了是吗？牛逼牛逼，格格巫了，我操，当时关 Q 的。有一个章鱼在这里，康康的一波大招来到市场 ，Ice King 的侧身，干死了，我跟这。通过 EDG 残局的运营，成功的以13-5的大比分拿下了第一张地图的胜利。那上两个赢了是这种感觉？差两个吗？啊啊，是吗？我这个角度看你的那个头发，也好不到哪去，哥们。跟那种老太太一样。有本事就放起来。贴什么呢？贴贴了。欲哭无泪吧？我以为你贴发际线呢。你要不这样吧，你买个那个假发片，贴个假刘海。行了，小乌龟。啊？我以为你是小乌龟呢，你觉得第一句话说小乌龟，那你还问？我们来到双方的第二张地图，员工重镇。那这张地图是天路作为 Team B 后班候选，他们选择的地图。最终这把20分钟之内打完。不是不是，三比零啊！把头埋低，埋了。天上草鞋。比赛开始啊！集中集中集中！小姐，输了，有雷有雷有雷，连住了连住了，太艳了太艳了，在这上面，我的 fuck man， what can I say， man， 真的假的？咋了？真的假的？太艳了，这个上面是哪儿？这上面对吧？啊，炸弹被给他炸弹被给他炸上去了，我刚我刚塞了颗雷，为什么他没有 shut up 啊？下了。大的人 ，Ice King 得走，不走就留命下来。啊！进攻方甚至还有转的余地，但是要直接硬进了惊喜翻腾。弗洛辛的位置已经爆了，弗洛辛硬点一个，这样的 Aaron 就在里面玩，有找，脚底下一v一。是的，接下来马上是一个一v一了。哎，好好好，确实有点像那个味儿了。啊、但是有会有几个侧身，会有几个侧身，一啊两个。这个战的妹，刚才一个的。那是。你才是 com， 靠我在开那的 com， 真靠白的，吃了个全白的，全这里也是白的，两个人都是白的，脑洞旋转，哦呦啊，这打，加大加大，没有时间了呀！有人还在勾引，直接选择穿板。浩东捡到了狂徒，拿下了弗勒星。这样的话，让我们恭喜 EDG， 最后以2-0的大比分，成功的战胜了天路，拿到了自己的这场地图的一个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。